记录肖战一一堂三一周年生日快乐，关注我，一起为战而来。红海，红玫瑰，红裙子，从成为小飞侠的那一刻起，也就变成了一个有仪式感的人，爱意永不止步，浪漫至死不渝。而今天的浪漫是三哥给的。2021年2月5日，斗罗大陆开播，唐三带着蓝银草和昊天锤走进了观众的视野。如今已经整整一年过去了，三哥一周年快乐，总播放量57亿加的分手费也算是和唐三有个完美的收尾了。该给三哥的，虾虾们一个都没落下。斗罗大陆也荣获年度人气剧集，小怪物们并肩作战，不管千难万险，心中总有一寸烈焰，不流血不流泪，怎么走自己的路。还有告别唐三时那句去发现自己的潜力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，无论结果是什么，你都会向阳而生。不仅仅是一位好演员，也是一位好偶像。我叫唐三，圣魂村来的。唐三再见，短暂的爬墙爱三过后，爱战才是那个陪伴过新年的人呢。肖战这个新年记录仪，每天1005分都会准时送上祝福，而肖战的笑容也从开始的自然微笑逐渐职业化，从露齿笑到抿嘴笑。肖战，关于我笑累了这件事，手里伴着的饰品也从小物件逐渐变大，正月初五的日子送上了大元宝，祝福从事事如意变为了财源滚滚，眉开右眼笑，万事都欢愉。再者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开幕式上入场式标兵的服装上采用了河北玉县的民间剪纸图案。可好巧不巧的是，当年那场公益直播当中，肖战也推过玉县剪纸，且在现场做过画。肖战公益一路有你，一直都是那个闪闪发光的肖战啊。唐三一周年生日快乐，智者不入爱河，一心只愿有钱顺顺利利。无论是红海、红玫瑰还是红裙子，都是小飞侠的睡前故事呀。